美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日前受访表示，共军攻台时间恐怕已经缩短。那我们会努力的来做好这一个备战的工作。好，台湾呢实际上是在民主阵营的最前线，我们捍卫着台海的安全以及呢这个印太地区的稳定以及这个整个区域的稳定，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家的防卫呢是相当的有信心对于这个地方的情势呢我相信国安当局呢都已经有所掌握。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友好的朋友对于台海的安全、区域的稳定所做的关心，也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那我们会努力的来做好这一个备战的工作，还有这一个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更好好的来准备，捍卫我们自己的自由民主的价值，来避免被这个威权暴力的这一个并吞和侵略。找徐小新揪出曾国伟和绿营高层人士相似，今天还踢爆郑文灿出席活动站台，质疑郑国伟也成了诈骗的帮凶。好，这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已经了解呢，跟这一个组织的犯罪集团呢是有关系。那我们副院长的办公室呢已经对外有所说明。好，那我想这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认真的查办到底。那很重要的呢，我们希望外界呢不要做任何的影射，无限上纲。